台东火车站。这是铁轨。然后下面是石头，然后上面有火车。静呛静呛，有橘色的火车，有黑色的货车，还有蓝色的区间车。静呛静呛，对面有停一台自强号。真的不是故意。这面写的台东火车站。来遐行者。这是列车长开火车的，他下班了。铁轨，轻呛轻呛轻呛。轻呛轻呛。放弃一切。铁路电气化。到这边是终点。